我是很自信的，因为我的兄弟很中立的。河马母鸡带小鸡来到新竹城隍庙上香还愿，终于透露选前许愿内容。嘛是讲吼，吼柯文哲这团队吼，较侪人调嘞，对不？唔再帮忙，啊，阮柯文哲的团队吼，绝对对台湾好，认真、打拼、袂贪污，因为我的兄足忠直的。选前，台湾民众党承诺民众之声直播上线，只要超过千人就会发送包子致谢。20号由柯妈妈领军、学姐黄静莹和立委当选人蔡碧如一同出席。面对上周四出席立法院助理院务说明会，会议进行到一半就离席接受媒体采访，遭立委郑运鹏助理怒呛爱左秀，蔡碧如做出回应。可能现在是误会了啦，因为那一天大概第一那个说明会，我觉得对我来讲是有用的。那第二就是我也不晓得那一天当天来那么多的媒体，大概是有点客气。而学姐则表示，目前在休长假养身体，日后则希望回台北市府工作学习。那么柯文哲2024会参加总统大选吗？我跟我现在很突发中心新竹报道。